嗨，大家早！武汉变天了，已经降到高温，只有十几度了，我都已经开始穿秋衣了，穿秋衣了。外面气温已经变凉了，但是我的内心呢是火热的，因为今天的这个我的 A 股啊还不错啊，今天 A 股涨了32点。3288点了啊！给大家汇报一下，我转型变成了经济博主啊，其实呢就是解套啊，解套，因为我一直在盯盘嘛，在这边剪片子呀，然后就盯着这个盘，给大家汇报一下我现在目前解套的一个情况，已经快了，我之前亏了43%，接近44%，今天既然涨了，我之前说。大盘涨啊，其他的一些什么科技股啊，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，拳头产品啊什么的，他们都涨了，但是我的股票就不涨，因为我是计算机类的。但是今天星期一开盘红，终于轮到我的股票涨了啊，涨了都涨快涨停了。然后我之前说了我的9.1块，后来我在不听劝，然后在作死的情况下呢，我又。投了股票，把我的成本价从9.1拉到了8.1。你知道今天早上收盘的价格是多少吗？早上现在收盘只有七块，刚才收盘应该是7.17块，7.1毛7。我的亏损率是12%，但是我另外还买了一个股，它涨了12%啊，但是呢，没有拉平啊，我那个股就。股价比较低，买的比较少，后悔了。我当时只买了1万股，哎，早知道我应该买8万股的，因为当时我准备买800，后来多打了个零，就输成了8万，哎，就差一点按提交了。一按提交的时候，我突然意识到了，我就把它改回来了，就改成了8000了，就改回了1万股。你说当时我要是买错了，买成了8万股，哇，我现在就翻红了呀！我就那个股票不管它亏不亏，我另外一个股票涨了呀。就弥补了呀，我现在就不是被套了，我就赚钱了。总体来说，我的总价现在目前还亏了3000块钱，我总体投资是10万，10万块钱，后来又追了9万，不要笑哈，确实资金不太多，就是对于炒股票的来说，这是10万块钱都是啥呀？所以说导致就很多钱呢，它就没有。没有钱补仓，也做不了什么 T 啊，什么做不了，我就只能买进去，然后等着啊。所以我为什么买进去，拉低那个平均价呢？就是担心我等着，因为我没有钱，我不把钱投进去的话，这波行情要是过去了，可能就刚刚到我这个点，说不定还不到，那我就亏下来了。所以我想往下降一点我的成本价，这样呢，它股市在涨的过程中，我就，哎，我就。啊，互相奔赴，可能跑得会快一些，我是这样想的。然后呢，我现在哈刚收盘，我要去应聘，我要去应聘一下。刚刚就赶紧洗了个澡，我今天为了去看盘，看叫看盯盘盯盘。我早上说实话，口脸都没洗，现在洗了，赶紧出门。我把这个事给忘了，就因为太开心了，然后开心还把一个杯子给摔了。不是有句话吗？越摔越发什么的，是吧？吉利什么的。哎呀，赶紧先预聘，然后大家先看一下一个视频。偷拍，他不让我拍他穿睡衣的样子。刚才我们买了那个虎虎超市啊，买了那个日用品，后来呢，在那个包包里面，那不袋子里面有一个这个什么，就是普普超市的一个，哎呀，招聘信息，记不得我前年我拍过什么美团呐、送外卖呀，还包括。也到这个家去应聘过了，我当时还说超过45岁以上的人工作很难找，啊，我这个年龄去，说嫌我年龄大了，过了45岁，不要。现在说是3个小时呢，
三个小时以上均可以上班，任意时间段都可以赚钱。然后呢，他还提供电动车、电池、劳保装备、意外险，没有押金，不扣款啊。我猜测哈，是不是他起码他们这块招人比较少了，还是什么的，所以他现在放宽了。所以我想打电话问一问，询问一下，现在兼职或者说45岁以上的，能不能在他们单位，在这个超市里面找到工作？试一试哈。喂，哎，你好，是胡女士是吧？多大年龄？46了。46，快去47了。那年龄有点大嘞。做兼职也不行吗？水厂，不过水厂我们也需要女的，那还是只有配送。哦，配送可以吗？对，配送的话年龄也稍微大了点。哦，那兼职不行吗？对，不当全职啊。是的，兼职配送年龄都有点大了。哦哟，我们一般都没有超过45岁的配送。哦，那搞不成是吧？你要是对、嗯、你要是想做配送的话，你可以来试一下，有面试。有面试是吧？嗯，你不说年龄过了吗？我们一般48岁以下可以入，但是年龄大了的话，他吃不消。我没有到那个大，我46啊，47不到。可以，你周一的时候来那个。因为行情太好，我昨天口头上说要去应聘的啊，就去看一看，给忘了。后来正好在收市前几分钟，那个人给我打电话。也问我昨天不是说好要来的吗？我说好，我马上来，他们12点钟才休息。他那个普普超市啊，他和那个呢，和那个穿黄马甲的那个美团呢、啊、不一样。美团啊，饿了么呀，我之前也跑过，它是小件，然后要多接。但是普普呢，它是属于那种小超市啊，买菜呀、买水啊、买很多商品呢、啊、它就比较重，就比较累，然后又需要爬楼，比较累。它不像那个货品啊比较少，所以可能就不愿意做，年轻人就不愿意做。同样都是送外卖，同样是送外卖啊，那别人肯定是捡轻松的呀，既然有选择，所以它确实不太好。本来是想尝试了解一下这个社会现象，是吧？我们现在居然是自由职业，接触社会也比较少，坐在这个房间里面。光通过网络来了解这个社会呢，不太符合我的性格。我觉得还是要深入的去了解这个社会。那就怎么办？那就必须得进入这个行业。所以我想去先了解吧。至于他干不干，他聘不聘我还不知道呢。去看一看再说。马上到了，那对的，绿色的服装，那个就是普普，那个就是普普，在这个箱子里面。到了，头发都压乱了。去看一下咋那个搞的呀？哎，你好，请问你的管理员在哪？就是招聘这块，招聘这边在那边啊，就是在里面。好，谢谢。这累吗？这个不，这个还好吧，这看自己，我们兼职的。你是兼职的？对。哎呦，我也是想报兼职的。还好，一天给全职的话，一天有那个单量的，感觉是有要求是吧？兼职没有要求的吗？兼职有时间要求吗？没有，看自己。一天好像最少搞4个小时，搞4个小时。那你一个月挣多少钱？我超5000元吧，这第二个月。哇，可以。好，记下。记下。来，你好。哎，刚才我打电，哎，对，打电话。坐在这边。快47岁是吧？哎，对，要身份证吗？我之前在武钢里面上班。哎，对，上班做哪一块？武钢呢？自选的。现在看来不是很少做的体力的一些工作。还好我们那也有体力活，我们搬铁板啊什么的，也是重体力活。在武钢那边做多久？哪个武钢做了多久了？20多年。我是想找兼职。哦，就现在还在那边做。那么武钢目前的话就是那边上完之后，这边能出勤的是什么时候呢？
出行的话下晚上。晚上啊，我看到他你们这儿也是晚上比较充裕嘛。几点到几点？几点？下午5点钟、6点钟左右以后吧。6点钟以后到11点钟。到晚上11点。哦，应该是可以的。晚上只要有时间，应该是可以的。我之前23年的时候，我做过美团啊、饿了么，也是。嗯。反正我们那时间比较闲嘛，嗯、一天白班，一天夜班。休息时间比较多，就相当于4个白天里面有3个白天和3个晚上都是在家里的，所以我就闲不住，我这个人闲不住，我就出去吃。但是那个订单总是觉得跑得好，好像挺累，后来就没跑了。啊，那你们这个我觉得好像可能单纯点，不用抢单啊什么的，我觉得。嗯。就正好我那天是点了你们的那个普普，嗯、里面有像小纸条，对、我就看到、我就看到了，我就说。里面说有兼职比较符合我，就想过来问一问是一个什么情况。嗯，哎、那我要跟您说，哎，您是本新疆人吗？对的，本地的，本地人，土生土长的。OK OK， 哎，就是这样子。我们的话，因为你们武汉到时候肯定过年也要出行，对不对？嗯。我们那边是这样，人过年都也是必须要出行的，比如我们那边休息，那边就需要上班，就这样子。哎，什么出行？就是你那边休息的，那边有休息的，那这边就要出行。也不是说必须要出行一天，对不对？比如说节假日至少要出行4个小时。哦，有要求，有这个时间上面要求的，就不是说比较灵活。我觉得我今天或者明天，对对，不是，我们是一周一排班。哦，一周一排班。对，比如说你这下周的班，在这周五这个你确定好了，下周什么时候能上班，什么时候不能上班，我们就可以给你确定好了。哦。对对对对，不是说你今天。想来，哎，今天就直接来；明天不想来，明天就不能。哦，不能够提前嘛？比如说今天约明天啊，这样子。这样子不行。哦。对对对对，那提前一周。哦，提前一周。但是主管是提前一天排你的班。哦，我这个星期定下个星期的。嗯。就这下个星期那个时间有没有要求？就最低必须要，满多少小时啊什么的？最低的话20个小时。就是一周必须20个小时。对，一周出行必须要20个小时以上。那我们出勤的话也比较严格的一些训练要求，像我们的考勤制度，比如说迟到早退5分钟的话，系统不够前超过15分钟以上10分钟的话，就是说每超过10分钟会扣10块，超过半小时会扣20。哦，扣的还蛮厉害，10分钟扣10块，扣20，半个小时扣20，一个小时扣30。因为就超过一个小时上，他就要算半天计算。算半天。扣50。扣50。对，一天的话就是一天没来，他一般是扣100到200。哦，一天就不来100。哦。对。那必须得提前请假给你们那个算赔的。对对。哦，这就是答应一定来，这个契约精神嘛，也很正常。系统去判定。系统的就不是人的。就说我们人去扣你钱，我们人来那么多时间去那个。那一天能赚多少钱呢？看你能跑多少单，你这有。那就你说的200单的话。200单，3块单连单嘛，3块钱一单，3块单，3块3一单，对，200单就660嘛，哦，3块3一单，对，那和那个美团比美团低，对，比美团低，对，嗯，讲实话是比美团低，哦，那你们这之前好像听说45岁以后就不让那个做了，那我，48，我48了嘛，我记得我前几年好像。前几年，我们同事有人过来说45岁就不让你。我们是看主要地的话，也要看你本体的一个情况，对不对？比如说我们看你的状态 O 不 OK， 比如说你45岁，你的状态还挺好的，那肯定行。那如果说状态不太好，像你干了20公斤的水，4斤的水，你扛到6楼，你扛到台上，哦、你就能扛。对，你跟美团不一样，美团都是那些小单，你们都是这种大的、大单重的，这边都是爬楼的，很多买水的。个把月离职了之后，到时候工资也发不了。哦，一个月要做不满就没有了。工资发不了。工资就不发了。对。哦，就必须做满一个月。最低要做2个月。最低做。然后所有的离职的话，必须提前15天跟我们去沟通。提前15天。对。哦。刚才有离职约束，离职约束的话有几个点会扣，第一个会扣你的一个车辆的维修费。车辆维修费。对。嗯、因为车辆装备全部有没有提供嘛？啊，对。第二的话你。装备有没有清洗归还？没有的话，他还要扣个，扣个装备的清洗费、劳保的清洗费。第三就是个订单的一个违约。嗯。订单违约的话，他每单会扣3毛钱。就入职的话，那个比如工作服什么都还自己买是吧？不是不用我们提供免费提供。哦，就是如果你要是做不满的话，就要扣了。对。
系统上和我们做也是一样的吧，就是最后你没做满，你可能就还是自己出嘛。如果你没有提前15天，你的单价会从3.3块变成3.1块，嗯，然后你的会产生100到200的车辆维修费，100到200车辆维修费，对，自动从你的那个工资里面会扣。就比如说你这个月，比如说今天是21号，比如说你22号入职，那么你下个月的15号，比如说11月15号才会发放你10月22号到。10月31号的出行工资，对吧？正常来说，但是如果说你做了几天之后，发现你特别不适应这个工作的话，我们是不发钱的。我不发钱的，白干了。对，所以说你要考虑的一点就是一，你的出行时间。二的话就是我们这种考勤很严格，你能不能接受？三的话就是工作强度。美团、饿了么，你刚才都说了，送餐小的，对，我们这有米面有水，对对对，你如果说不适应的话，嗯，后面离职的话也很麻烦，也会造成对门店店长和人资的考核，因为我们有离职率考核，所以说现在没有说那种随意的去录人。哦，你之前来问45岁，是的，我们以前45岁以下的不招，对，以上的我们基本上不要，但是我们现在因为现在那种。国家都延长退休年龄了嘛，嗯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肯定45岁也往后延了嘛，对，对不对？给我们的都是可以理解，对不对？是是是，为什么我们现在招到48？很简单，跟着国家政策变呀。这一点就不纠结了，就是现在纠结的是，就是我能不能干得下来，对，对，坚持。出来了，他这个接单频率还蛮高啊。刚才那个戴白帽子的，我特意在这里盯了半个小时，他回来，然后这又出去。在这个站里面可能停留10分钟就会跑第二单，频率还比较高啊。然后刚才也聊了，也看得知道，看得出来入职还是蛮简单的，但是呢进到这个普普里面，它管理还是很严的啊，你不能够随便离职，哎，当然你也能离啊，但是呢你如果干不满一个月啊，你是没有一分钱的，就相当于是白干。然后他或者是我理解的兼职和全职还不一样，我理解的兼职就是我有时间我就过来，或者我今天预约明天的时间，我可以跑3个小时或什么时间，我来排班，对，这个星期排下个星期的班嘛。我以为是这样子的，好，提前几天，后来他说是一个星期排一个班，啊，最让我接受不了的就是要干一个月。干满不干满不发工资，一分钱不发，然后呢还有要扣一个叫电动车的折损费啊，200块。就是他这里的优势啊，就是他不用带自己备车，不像美团什么的。他和美团还有个区别，就是他的单价没有美团高。美团大概可能4块多，有可能有3块的哈，但他这边就只有3.3块。然后他这边的兼职和全职还有意思性，兼职是3.3块一个单价，全职反而是3块。为什么？全职是买保险，兼职不给你买保险，所以呢鼓励你去跑兼职，他不想给你买保险。也其实也不是真正意义上我理解中的那种兼职，像美团我认识那个买的板凳，这个送的比较简单哈。他还有就是他的货比较重，都是买水、买米、买油、买面粉，夏天都是水了啊，冬天可能也是那个。刚才送了个板凳，我觉得可能是比较轻松一点。然后我们这个区啊，都是老楼盘啊，都是需要爬楼的。其实我也不是不想来，不是怕累什么的，我主要是觉得他要跑一个月，我这个有点扛不住。然后他还有，刚刚开始来的时候，一个月200单啊，头一个星期。是必须跑满70单，然后要上满5天的，必须得上满5天，要不然的话你那个70单呢很难完成，因为这里人还比较多，它是80%全部是兼职，全部是兼职。现在是3.3块兼职，之前是4块钱，而且是全职4块钱，兼职的话可能更高一点，现在降了，单价降了，所以我之前我拍的那个普普的那个小弟，我打电话他离职了嘛，他另谋高就了，看都是年轻的面孔，
就比较适合年轻人，时间比较多，可以尝试一下过渡一下，然后手上也没有电动车，因为没有电动车的话，跑美团啊，像比如像我们这种电动车，它不是长里程的，然后速度也不快，我那时候跑美团也感受到了嘛，跑不赢别人啊，那个就叫快，短平快就要快，要不然的话就赚不到钱。他们现在，只能够跑兼职的话就5000块钱。刚才问了一下，他其实不是你们想象中的兼职，他几乎上天天来，哎，他就让可以赚5000。之前那个哥们儿说起码可以跑个7000块钱，现在只有5000了。跑不跑呢？我说那我回去试一试吧。但我说实话，我内心不是很想，我觉得有可能会被他白什么白嫖了。跑过来体验几天之后，你不跑就一分钱也捞不到，然后还要交200块钱的那个折损费，电动车折损费。哎，大家就觉得划算嘛，搞不搞？还是搞股票吧，说不定下午开盘，马上开盘了。我哎，这个也不太好，赌股票还是有点带赌，那是行情好，那行情不好那怎么办？回去盯盘了，下午的盘，希望明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，我解套了，希望啊。到处都是跑单的呢，美团呢什么的，这个也是美团，戴黄帽子。